我从哪儿说？听见吗？哈哈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自己不能随便说话了。一博，哎，能听见吗？能。反正你后面的所有的行动就听我的指令就可以了。好。因为后面马上就要组队了，但是你们其实现在目前队里边的队员未必是你们全部满意的，就是如果说我有一个 hip hop 在我这儿，我这个就可以更加完整。对，我们有战术布局，排兵布阵，是排兵布阵。所以说，给大家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在其他街道的队里边的这些队员，你们其实是有机会把他们给撬过来。不管用什么方式，能够说服他来到你的队，只要他同意了就 OK， 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小前提，很好玩啊，就是给大家设置一点点小障碍，因为呢，你想想，你喜不希望他去你队里边把你队里边最强的人撬走？不希望，不希望。对，给你们个机会，跟我一起留在这儿，你们过一会儿都会戴上一个耳机，会听我们的现场指示，你们必须照做，啊。这些听起来不是好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要按照这个指令去做。如果说没有做到的话，这个机会就丧失了。哦，你们每人写两个，你们觉得最好的两个。你看我干嘛？没，你看我干嘛？啊，我说了，我就是肖杰跟大婷，都是我的区域的。我，布布和乔治老师。杨雨婷和腾仔。哎呀，哦，腾仔，哦，对，那次你看到了。我写好了公孙无名还有 Clash。 哇，两个 B-boy。 哦，你从这里面选一个去。好，大婷。我为期待。OK， 行动适可而止。我非常期待他大婷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好，现在把大婷叫到一边来。哎，我有一些话要。你问他，你说听说你对我有意见。听说你对我有意见。啊？我没有说过啊，没有过啊。对，你们队长跟我说的。那个，你们队长跟我说的。啊？你仔细想一下，你说了些什么？你仔细想一下，你说了些什么？我真没说过呀。好，现在走到旁边，把刚才绊倒你的那瓶水拿起来，无论是一瓶的还是半瓶的。干嘛要喝掉啊？就像拿了一杯茶一样拧开吹一下，吹一下，就像上面有茶叶一样吹。对，再吹一口，转圈吹，水很热啊，记住表演情境，水很热，吹，问对方渴不渴。你渴吗？练得这么累怎么会不渴？啥？练得这么累怎么会不渴呢？喝掉它。我有点感冒，我不敢脱口罩。喝掉它。啊，这是什么？喝掉它。我咋不懂？咋了？快点喝掉它嘛！快点喝掉它嘛！哦，快点喝掉它嘛！我咋了？嗯，喝一口。咋了？我咋不懂？现在对他说你自己想说的话，一句20个字以内真正想说的话，我们不打扰了。刚才那些都不是我要做的，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很喜欢你的 style， 很喜欢你的控制，很喜欢你的 power。 这个字好像过了。然后我希望我最后懂了为什么好像很开心。大婷拉住他，我刚才说的话你以为是真的吗？哼，我刚才说的话你以为是真的吗？是。加尔相信你。好。加尔相信你。
开心的表情说：“嘉尔相信你，嘉尔相信你。”这大婷疯了，大婷没事了，没关系了，含情脉脉的走开就可以，但是手不要松，含情脉脉的走，手不要松。那怎么走开啊，哥？对，含情脉脉的走，手不要松。大婷不要，大婷太干死了。然后你问大婷说：“哎，你不是要练舞吗？你跟着我干嘛？”我懵了。哎，你不是要练舞吗？你跟着我干嘛？哦，那我你快去练呀，手不要松开，快去练，手不要松，手不要松，快去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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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生气，我快去练，继续走，手不要松开。那，好吧，好吧，好吧，然后抱以微笑的离开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好了，打扰你了，刚才。没有。哎，没有，话有点多，可以了，结束了，转身决绝的走开。我咋不懂啊，刚刚？不是。真的什么事不能这样，这样太狠了。你想你哥们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会有好的结果吗？这样我觉得你应该对我好一点。对，怎么听到一种报复的笑声。哇，你这么开心吗？那这个笑声充满着报复。也可以从头到尾都不让说话。你可以不要在他结束以后，在我开始之前这样说的。当我没说，做乜嘢呢？我在想别的，我是想别的。我的天哪，太好玩了！你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感受吗？我其实已经看到了他的感受，其实已经有点。好，那我 crash。哇！好，进来，走到你的心仪的选手面前。走到面前，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要说话，跟别人没关系啊！就走到你心仪的选手面前。我有点近视哦。啊，哇，你这个眼神啊，在那边啊，左边，左边，左边，他背对着，红色衣服，黑色帽子。啊，你都看到了。对。哇哇。凝视，凝视，凝视。好，不要握手。凝视，没有这么多礼貌啊。你好，魏楠说话。开始面对他微笑。Maybe after this I go home。不要躲避眼神，站在他正对面。两个手抓住他的肩膀。哇，对面不好意思了。给你时间尽情表白，先尽情表白。I really like your dance. I hope that I can continue. I mean, I hope that you can join me. 那个绿色的香菜。好，突然停住，你问他你喜欢吃香菜吗？你喜欢吃香菜吗？Don't speak Chinese. Oh, do you like 香菜？ Yeah, for sure. It's like a vegetable. Yes, I like it so much. 啊，好好，来，现在马上生气地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吃香菜？生气地问他 ，Why do you like 香菜？Why? 啥 ？I like you too, for sure. 告诉他，只要你以后敢吃一口香菜，我不会再见到你。But if you don't eat that 香菜。Yes. I'm not gonna see you again. I promise you. If this will happen, I promise. 再生气的大声的说一遍。If you don't eat that 香菜, I'm not gonna see you again. I will eat. No, 香菜. Eat the 香菜. Okay. No. No. Never. Never.I'm so sorry. 不能说，不能说。No, eat that 香菜 right now. Okay. 跟他道歉。I'm so sorry that. Yes. Yes.
my speech. I'm really sorry. 但是我还想真的想诚心的问你一下，你到底喜不喜欢吃香菜？I'm just saying, I'm so sorry for my speech just now, but I really want to ask, do you really like 香菜? Yes, I like it so much. Yes, thank you. And I really want you to join my team. Okay, 不要说这些，不能说这些，不能说这些。让他跟你一起念三声香菜，然后就离开。Please.Repeat after me, like together. Say it together. 香菜 right? Three times together. One, two, three. 香菜香菜 together. 香菜香菜。好，不再说一句话，转身离开。I'm so, 不说一句话，不能说，不能说。转身走，不能说。Oh no! Don't be dumb. I don't understand. Ah. 好像他有点不爽，你看他的表情好像有点不爽。哎，一博呀，平时我觉得人还是蛮好的。哇，在后边小话给我递的呀，我都不是，但是我觉得你还反应还蛮快的。嗯，不过你为什么要说香菜？因为我喜欢吃香菜。啊，嘉尔，你喜不喜欢吃香菜？厉害哦，还挺好玩的。你喜欢吃香菜吗？但是喜欢啊，我也。我想下一个有什么菜可以搞。你准备好去哪儿了吗？可以吧？我去乔治老师那里吧。